中午好，不知道大家吃饭没有啊？我已经吃过了，躺在 Lucas 的床上，跟大家念一条昨天我的 YouTube 网友的留言。看完他的留言，我心里好受多了。昨天我不是吐槽我大女儿怪我没陪她睡觉吗？然后发了一点小脾气，结果有一位叫周美女这位网友给我留言说。我先没念哈，逐字逐句的念，大家体会一下。都不容易啊，孕吐和饿得慌真的很难受。我觉得大女儿至少比我怀孕那会儿孕得好，孕得。我会半夜12点要我老公从浦西到浦东去买我要吃的生煎包，他问了句能不能换别的吃的，我就把家里一个瓷器做的沙发台灯举起来摔粉碎。现在想想自己好可怕，可那一刻我真的觉得自己超有理的。看完这条评论，我觉得啊，这个人比人啊，我就释然多了。在文印店印一些资料，一个小事情分享给大家。刚才因为我们的操作失误，其中有一些资料我们选择了特别大的纸张，结果印的不合适，然后店员过来拿了我们的卡，把印这些错误的纸张所花费的钱退给我们了，所以我们一共花了2.89元。这些错误的纸张是1.3元，他把这1.3元退给我们，其实没多少钱，但是这些小细节让我们心里很舒服。包括平时我们去其他的商场消费，很多时候也是这样，尤其是 Costco 的退货政策是特别特别宽容的。在 Costco 买的东西，你基本上有什么不满意，甚至没有理由，像淘宝一样无理由就可以退回去，说我不想要了，他们也会接受的。我现在在使用一台自动售票机付停车的费用。前段时间提到过美国的人工费用贵哈，这真的是体现在方方面面。他这个停车场他也不会来雇一个人帮他看这个停车场，否则的话他这个成本太高了，所以就是一台自动售票机。然后呢，美国也是一个信用社会，就是你真的要很自觉地付这个钱，否则的话他是有权利把你的车拖走的，你要付他的这个拖车的费用，反而会更贵。这边就是唐人街了啊，在美国有很多这样的地方，这里住的全是华人，在这里生活是不用讲英文的。今天请我另外一位客人一家吃中餐，他们从中国再次来美国吃饭饭。的话，我的心会永远跟你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如果我死了，我会在天上看到你，我的心跟你永远在一起，懂吗？爸爸永远远远爱你。